十月一号国庆节放假，第一个好消息：二零二三年国庆节放假通知已经出来了。今年中秋节和国庆节连在一块儿了，从九月二十九号到十月六号放假，共八天，大家可以提前做好假期安排和准备了。第一个坏消息。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，在中秋、国庆放假期间呢，在机场、海关和火车站等这些地方，千万不要帮陌生人拿东西过安检。无论什么理由，哪怕对方是老人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对方的行李箱或者包包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万一帮他提着的东西过安检的时候被拦下来，发现里面是毒品，你就有可能被怀疑涉嫌运输毒品或者走私毒品，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大麻烦。 第二个坏消息，假期期间，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微信转账进行诈骗。如果你用微信转账的时候，下面出现了两个提示，一定要注意。如果突然弹出是风险提示，你要加倍小心。确认无误之后呢，再来处理。出现了不能发起交易的提示，说明收款账户很有可能是骗子，已经被微信支付认定为是恶意账户，最好不要再进行转账了。 第二个好消息，因为今年中秋国庆相连，高速免费八天，也就是从九月二十九号到十月六号，高速是免费的。所以说，想要自驾的朋友们，这确实是个好消息，这里可以省下一大笔的过路费。第三个坏消息，今年的中秋国庆节可以休息八天，而按照规定呢，十月七号是星期六。 十月八号是星期天，需要补班，也就是说国庆节之后需要连续上七天的班。对于习惯了双休的朋友来说，可能会有不适应。第三个好消息，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，一些景区的门票将会是免费，或者是推出一些优惠的政策。所以在计划前往之前呢，可以提前了解相应的消息，以免影响出行计划。最后，中老年朋友注意了，外国想花大价钱买断一本书。 但被李教授拒绝了，究竟是什么书呢？就是这本《中医特效处方大全》。 在二零一二年，四川成都三号地铁线修建过程当中，意外挖出了神医扁鹊的墓。经过多位医学、考古等领域顶尖专家数十年的整理、验证以及翻译，终于出版这本书。按照不同的类目进行了科学分类，并把方法、用法、用量等信息都标注的十分详细。无论哪里不自在，咱们就像查字典一样。 翻开这本书就能找到对应的方法。这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宝贵配方，无论是老人、小孩还是成年人，都用得上。真心希望每个家庭都能拥有这样的一本书，背上在关键时刻必将派上大用场。传承中医，从你我开始。